开了好几个服务区啊，都不能遛狗啊，没办法，一直逼到现在。到这里吧，勉强能遛一下狗，但这家伙半天不上啊，等他上完再让小黑出来吧。这家伙不上厕所，还躺在这草坪上了，累了，我估计是有点晕车吧。哎，很快就上了。黑妞，憋坏了吧？拉尿了，没拉多少，没憋多长时间。不拉屎啊？不得拉屎吗？保镖，上厕所吧，赶紧上。哎呀，你也不容易啊，边儿。这大花脸很好摸的，肉嘟嘟的。哎呦，小白兔在世的时候，它最喜欢你了。你在它心里啊，绝对是全世界最好的狗，它特喜欢你啊。你看你这大手，没少吃啊，肥嘟嘟的，比我的还粗。跟我这么久了，有没有后悔啊？后悔还来得及啊，赶紧跑吧。喝水，小黄，渴了没？多喝点啊。可怜的娃呀。黑妞，喝水。你也渴了，我以为你不会喝水呢。你这两个大手拿开呀，还得我长着给你喝呀。哎呀，想小白兔了没有？他最喜欢你了。再喝点，给他们煮方便面，还有一碗米饭。这个米饭是用电煮的，再怎么困难也不能让他们饿着呀。吃吧，小黄小黑，条件虽然艰苦，但是也不能让你俩饿着呀。放心吧，跟我绝对不会让你俩饿着，不会被大雨淋的啊，不像在无人区一样。坚持几天就好了，啥时候能下高速了，好好给你俩买点鸡腿鸡胸肉，好好吃一顿啊。吃吧，你看这大嘴没少吃啊，还吃挺香。现在在这里啊，啥也买不到啊，这个方便面都是在阿里买的，米饭也是，要是能买到狗粮就好了，喂狗粮的话它也健康而且还方便。煮这个吧得搞半天，有的地方人家看见吧还会把煤气罐给没收了，所以说真的太难了。但是不管遇到天大的困难啊，小黄小黑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，真的绝对不会让关心他的人失望。吃吧保镖。哎呀，狗粮罐头也没有了啊，都舍不得给小黄小黑吃了。大家可能会说我偏心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宝贝吧是我人生养的第一条狗，还有它不会吃别的东西啊，大米饭它彻底不吃，也不能忍心看着它饿啊。开200公里就得放它们出来兜兜风啊，要不然关在里面它憋得难受啊。这高速边上不敢停太久啊，准备走了。小黑宝宝最乖了，每次放出来都很好放，放进去也好放啊，就小黄有点费劲，得给他套嘴套，要不然不敢抱。今天晚上运气还不错，找到这个服务区啊，可以停车的，在上面是不让停啊，停一会儿都马上赶走。但是买东西买不到这里，他什么餐厅啊、超市啊全部关闭的，这下麻烦了，真的，我去哪儿都不好去。我原本是去云南的，但是刚才打电话问啊，去那边是要被隔离啊，那我自己隔离无所谓，我的三个狗怎么办？所以说，哎呦，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考验我的时候到了。每天在这个高速上开，加油，
过路费，真的绝对不是一笔小的开销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但是我这个人吧，不管遇到天大的困难啊，都不会就轻易的放弃的。反正小黄小黑，我费了那么大的精力才把他们救出来，肯定也会好好的对他们的吧。我虽然不是一个爱狗人士，但是还是可怜他们，就是能给他们喂饱，不让他们被大雨淋，这是我的责任啊。大家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就行了啊。我就说这么多，下期再见吧。